这样全程走完的话，9到10公里的话，可能是3个半到4个小时。但年轻人可能快点，3个半小时可能就能走。全程走路的话，但是就比较累。第二个，从这里坐索道下去，坐到这里，剩下就是五马村索道下面这个位置，是剩下大概有5公里，中间这里还有一个船。你走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累了，你就选择坐船，15块钱一个人。你如果觉得你 OK， 爬一个坡。20到30分钟能过去，走到这边去，全程可能2到2.5个小时。然后到了南门之后，对，你的车在北门，你就选择坐摆渡车，25块钱一个人把你送回来，你开车走就行了。去路上大概要40分钟的样子。不走那个嘛，不走那个，你晓得也可以啊。我一个人都可以，只是走路走久点嘛。那是不是要找工作人员了？直接进去吗？
起来，老公。但是那个母校已经被人走了。是哪个妹子吧？不用戴口罩啊！我们都没戴口罩，我说还不用戴口罩了应该。我现在才想起我们戴口罩。从那个出，从那个出，走。老公。南门，走右边走。我这个也挺路。这片竹林其实还可以。我也要录啊，录走路的。看我顺便都把你录了噻，你还单独录。我要自己录。哇，我这个好清晰哦。看到地上的那个哈，你把走滑了。你在看哪里哦？你写了什么吗？看这个，写了什么？陈毅道，如今昌度有暂休。暂休。什么意思吗？我不懂。不知道，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懂。我也没读过书，不懂啊。到了没到刀？那点还可以的，这个全是木头，我要录下来。爬到悬崖走的，你走前面了，我都前面去。这啥玩意儿啊？
还有好滑呀。有螃蟹吗？没有。嗯，这一般的没有。不一定哦，这里有石沙肉，我这些都是石沙。这里呀、啊，哎，嗯，你们吃中午饭没得嘛？吃了的。哦，你包裹，我买包裹来了吃。它又甜又很糯，那是我们在山上种的。包裹好钱个哇？五块。吃不？嗯。好吃吗？不行。要哪一个？做开了花那个要好吃的。你小妹个？也是那个。要哪个？都是今天煮的哈。你那边？都是今天煮的，姜我也买了几个。你买那个吗，小妹？嗯。这个洞怎么有点吓人呢、啊、啊，必须从这么过吗？是从这，哎，不是从，啊，就是这个洞过去。啊！他还给我整个那一种。我都怕了。哇，中国猴子关。啊！我怎么还是？怎么感觉像走鬼屋一样啊？啊。
对了嘞，他给我整个鬼屋，我靠！对对，哦，是回声。哎呦，吓得我！哎，这里我可以录视频啊，老公，我要拍。我再不。我要拍。一个人走还有点吓人了，感觉。对呀，风化了嘛。快点啦！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好吃。是好吃。嗯。里面都没有鱼吗？这么清凉。应该没有鱼。来，我弄点水来。不烫手哦。不烫，我都喝了。嗯，没有想尿尿，但等一会儿尿。你看这山上那边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脱的皮吗？嗯。
也是一种草吧，一种苔藓。又要爬山了。啊？看了吧？过有蛇吗？好你的！你看，这个可以。这个要拍近拍。对啊。怎么？那里可以洗澡了，买的都是泉水。哇，这才是自然景观，这里。对啊。直接上去吗？直接上去可以。摸啥？要登哪？登上。摸摸啥哪？我操！哦。发个短信啊，订个船票啊。那我们再坐后面呢？那你坐后面呢？那可以坐后面了。我的肉饼先坐一下。我乱弄的，我这个不要弄。这夏天没打水仗了。
走路的话不可以走那个桥吗？那个上面是走路的。我感觉等了十五分钟，我走路都走得拢了。快一些。垃圾人走了，真快呀！这个地方好深啊，你看好深啊，这个地方哇，夏天从上面玩下来的话好累哦，老公就是这一节啊，那一节不玩，夏天就是玩这一节，风好大呀！哦，
走。这就是出口，哎呀，然后再坐车到北门。隧道，它应该要到了。真的是你还在往前走，搞错了。这前面掉掉哪里掉上？那是羊。那里好掉吗？好掉。那是真的。
反正他那个路是没是修的，那个是皮路的嘛。下去就是了，我就说是这下面嘛，北门儿。要打起灯笼来着，我给你拿个灯笼。马上把我睡。那这个不是，我们这地方。这山庄，很前面，很前面。你地方有问题，那就是。停了，你停到这里啊。北门是往下面走，我操。这山里面吧。无人驻守停车场。我停在这里面干嘛了？那你掉头停到一下。哎，梁梁跟我们他那个，不是，我们景区没找到，我们那儿他那个。景区就在那前面个嘛，一百号儿远。哦，买票就在那边吗？哎，把幺八办出就行，9.2公里要走几个小时，景区就是买票的。他那个景区太有了，这个是那个地方肯定没人聊嘛哟。你那个才是景岛下，他搞个停车场，他应该是个大门儿噻，是吧？大门儿上先去景区景岛下，那么他因为他搞个无人驻守停车场，我那个就上去了。但跟网上看的不一样啊，网上不是有个大门儿的哇？不晓得，那可能是南门嘛？不是。这是给你的。隔壁那是别个是买在那边住的。嗯，好嘛。那没得人的。对呀，我们如果从那个从那边景区从那出来，那这景区高的屁！哦，你看到了，我说那边是大门，那代价呢？120。